哎，把行李放进去。你是不是？我是秦飞，快点啊，谢谢。 安全带系好了，快点吧。喂，秦大小姐。 你怎么这么能耐呢？啊，帮金娜介绍律师，把自己介绍成第三者了。你也算千古第一人了吧？金娜什么意思？照片没拍着她，不打算出现了是吧？怎么着？害怕公司知道她解约呀？我的大惊继人，那照片就是角度问题，别这么大惊小怪的。到时候我跟那个何律师发一个联合声明就好了。齐小斐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 道歉？你疯了吧？道歉？我又没做错，我干嘛道歉啊？再说了，哪次道歉有用过吗？您拨叫师傅，您这车上连瓶水都没有。哦，有。 姐，你怎么还没有上车呢？我在车上呢。啊？可是不是他没有接到你啊？你确定你上的是黑色奥迪车牌是65527啊？我确定啊。咖啡，我这就要送你了。我说你这个时候怎么还给我雇一个男司机，还这么帅？到时候被人拍到了，不是更麻烦？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给你约了一个女司机啊。